这个一分。所以啊，这个传达的话，有时候因为变化球，比较多的话，分进来以后打右半边，然后往他的那个角度打。这球还是点成了界外球。传达都不到位。OK 了，抢攻了，不要三针就好了。目前呢，在二垒上的有黄明真，一垒上的则是有梁家荣。十一局的下半，两队进入到第二局的 PK。十一局上半的时候呢，韩国队的是攻下两分，但这局中华队已经追了一分回来，稳出局。打击的是第七棒的捕手张敏豪，接着两棒球变坏球，现在稳出局二垒的跑者。对，早就该用这个战术了。对，韩国的一二垒跑者，这球出发打成了一个高弹跳的离手扑下去，没机会了，哇哈哈，本垒内安打。对啊，明天啊，对，两次球台助攻不成，但是最终结果都是好的，这个收打会让他提早移位，提早移位又打在三流之间的一个高弹跳，所以短打不是万能，但是收打偶尔用一用蛮好。哇，再来看一下这个球，有一手扑下去已经没机会了，扑下去传三的没有机会。这个球打得很好，是，对，高弹跳。我中华队这边似乎要准备换代打，再来看一下收打之后打成了一个游击方向的高弹跳。打得很好。这边要换，准备要有投手在准备了。